谢谢我们，谢谢，感谢我们的美丽主持人，还有我们的乐团老师，以及所有的艾琳诺的伙伴，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就感情哦，嘛，真感动。安尼，看一个咧是哦，二十几人啊。我伫咧下骹时哦，看到真了有足侪有几落位是十几人的朋友，甚至一二十人的朋友啦吼。而且是阵张顾问，非常感谢大家。安尼，十外人来，一二十人来，共同爱护着、守护着咱爱莲花。而且各位甲大家说声谢谢。我请甲我的朋友讲我创造这事业的时阵，我用三句话创造这事业。第一句话是啥？有好，你用过门甲你挂破气；无好，你用过门来甲你开玩笑。来看卖，宝贝啊，滑稽。这就是我的理念。那么当然就是加上着我的爸爸妈妈，以及着我的老师，伊个精神和我就是啥？就讲讲，咱物件买人爱赚人的钱，啊，佫有一句话就讲，咱若家己唔敢吃，唔通卖别人。这就是咱的这个 A B 餐也好，还是咱的E P A， 还是咱的千女金，这些都是我在经营事业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噶咱经济主要的养分啦吼。所以即个时阵就感谢大家共同支持，就咱爱莲诺，而且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张董事长，坚持二十几年来不容易，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现场也有来到很多贵宾，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鸟松的会长来为我们致辞，鸟松。谢谢，也是一路支持以及认同艾琳诺的这个创业理念。亲爱的我们吴创办人，还有张总，以及我们现场的姐姐、妹妹、艾琳诺的美女们，大家好。我是云林县立鸟松艺术高中家长会长，我毕新业。很荣幸今天受邀来参加我们艾琳诺的这么丰盛的一个晚宴啊。那我简单跟大家问候之外呢，顺便来介绍本校的一些简单的说明跟介绍。我们学校哈是在云林县水林乡，就在云林县的西南方。那么南边就是我们嘉义县的六角乡。那么水林乡是什么土产？位居全国之冠呢？大家有没有印象？水哪？什么会熊子？番薯。对，地瓜。谁？水林十八号。对，你现在太有机会了哈。水林乡是我们的地瓜哈，在台湾哈首屈一指，我们全国哈80%的产量就来自于水林。那我们学校早期是在1964年成立，当初就是云林县立鸟松国中，就是一般所有的我们国9年国民义务教育下的一个普通国中。那一直到2010年以后哈，这个学校因为少子化以及这个人口外的关系，整个学校从鼎盛时期700多人。降到只有38人。那当初是云林县政府决定要把这个学校给予关掉那么这个在校学生必须要转学到其他的这个村庄去去就读。那么因缘机会由地方的师生呢来介绍给我们的基金会来承接这个学校来经营那么我们学校是公立的学校，但是私校管理，这个叫做公办民营。那未来你会看到很多公立学校会有这样的不一样的形态的产生
那么公办民营的好处是什么？之前很多人问说，哇，你们这个艺术学校这个学费是不是很贵啊？感觉你们是不是私立学校的这个收费哈？那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是公立学校没有错，那是私校管理，所以我们收费是公立学校收费，私校很严谨的一个管理。我想哈，这个在对于家长而言，这个 CP 值相当高。那么我们学校非常注重这个品德的一个教学跟教育，所以来到我们学校参访的这个贵宾呢，都感觉到我们学校的学生整个礼貌气质绝对都不一样。那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艺术学校，我们有舞蹈、美术、音乐三科，而且当初我们在2010年接手之后，在2012年，我们财富集团捐赠了三栋大楼，就是宿舍、跟音乐大楼、跟舞蹈大楼啊，给我们学校。可以说，这三栋大楼是目前啊国内所去运行的这个专业的一个教室。那么，曾经有台北艺术大学的教授来参观我们学校的时候，他说他到我们的这个舞蹈教室去看的时候，他跟我们讲：“哎呀，你们实在太过分了！你们的最小的舞蹈教室竟然比我们学校最大的舞蹈教室还要大。”我想啊，在我们学校虽然位处偏乡，但是我们的这个整个设备、软硬体的教学，我想是全国首屈一指。尤其我相信，在整个亚太地区呢，所谓的古典教育，目前只有我们学校有。我们从这个古典美术跟古典舞蹈，那么传统的这个音乐来做我们学校一个教学的一个主轴。那包括我们学校每一年还有将近20位的外籍生，远赴从欧洲、澳大利亚、美国、韩国、日本来到我们学校就读。我想在学校在这几年的经营之下呢，已经在国际上有相当好的一个口碑。我想现在的家长很相信一种东西叫做实验教育啊。我想很多家长不希望我的小孩未来框在一个很传统、制式、填鸭式的教育里面。那本校是在这个实验教育里面呢，能够让学生充分发现他的所长。我们常在讲教育计划，就是自信扬才，这是目前我们教育最主要也是最重视的一块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形态。那在这边也欢迎在座的家长，你们有晚辈、有孙啊、有女儿、儿子、小孩，能够来我们学校来参观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陆续欢迎各位能够到我们学校来了解一下未来的新的一个实验教育。好，那最后我祝福我们的爱联诺未来在迈入第25年的时候呢，能够新政繁荣，用户满天下。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鸟松高中的家长会长代表叶会长。那接下来呢，感谢大家。哇，整个晚宴哦，参加到现在，我们现在后面要加快脚步，一路上是大家最喜欢的节目。现在我们要抽出今天的三奖，价值来，我们的三奖牌子在这边，三奖牌子在这边，三奖价值18880元的礼券，有没有人想要？有，我们恭喜，看不到吗？熊协力在哪里？帮我们抽。好的，在这里抽出2位的同学。
接下来呢？是的，接下来那个我们丽香她说哈，她要那个捐出10000件，分2个人抽，好不好？10000件要5000，5000好吗？好